什么事儿啊？没有，那个，不是我在想一个案子，哎呦，这个案子哎非常头疼，你知道吗？啊，你先走。我得给那个副导演打电话啊，得想想办法给换了，你知道吗？那你费心了。这怎么说话？什么叫费心了？你那么不容易，是不是？作为一个有能力的人，我是不是得帮帮你啊？我今儿帮你，把你捧红了，那回头你不得帮帮我呀？啊？孟导，我想去那个便利店买点东西。是得买点东西。能让你去啊，那多不好意思啊！我去吧。早点想吃什么呀？豆浆还是牛奶？豆浆。我去啊。孟导，你一会儿准备带我去你家，还是去酒店啊？咱们这行不都是以酒店为家吗？这有副墨镜，女朋友的还是太太的？我猜是太太的。因为在这个车上闻到一种香味儿，不是香水，是一种婴儿润肤露。我经常用它来涂手，所以我猜你的车后座上应该装有儿童安全用品。只不过现在被你放在后备箱去了，那我应该顺便把那个卡通附件也摘了，放那儿多突兀啊！这个车它就不是我的车，你知道吗？这车是我司机小白的，小白。不是我的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当然没有关系啦，是你想跟我发生关系，可是不好意思，我一点儿都不想跟你有任何的关系。这个小模特，不是你真不想混了是怎么着？高估自己了，这个圈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你试试，你试试，你就试试。你低估我了，不用试，我呢当模特就是玩玩而已。玩玩嘛，说的就是玩玩嘛。你就不信我把你拍的都洗了？嗯？你当然能了，反正损失都是你的嘛，你把我洗了吧，顺便再洗洗车。哎，喂，你这是，你干嘛呢？这是我的车，这他妈不是小白的车，这个。哎，这。不好意思啊，回头跟你太太解释的时候，就说是一个不识好歹的小模特，失手把咖啡洒到你车上了吧。白总，太不懂事儿了。Thank you.
困吗？还行吧。那咱们干点什么？你想干什么呀？我没有想干什么，我就是说，要不咱们就聊聊天，或者看看电视也行，培养一下睡觉的情绪。行啊。行。那就看电视吧。这一整天说话也说多了。有电影台吧？夜宴。这就是五代十国版的哈姆雷特，但我还是觉得莎士比亚原来剧本好，这个戏剧性强。哟，呦呦呦呦呦呵！可是他不愿意，是吗？哎，这个，其实这个片子故事啊，挺有深度的。但是，你喜欢不喜欢？怎么换呢？换呢？哎，红高粱，这样。张艺谋当年拍这个片子啊，我跟你说，我完全从他身上体会到一种男儿的血性。这个作者莫言，如今你看人家拿诺贝尔奖，是不是？莫言啊，他就擅长于把这种人性啊，赤裸裸的揭发出来。哇，不行，这边太血腥了，没有，再换一个。走，阿凡达，阿凡达。哎，今晚都是大片啊。这个，我跟你说，就这个，我认为它是三 D。我特别喜欢看这个片儿。他们说这个在什么呢？张家界取的景。我反正我也没看出哪儿是张家界。胡总，你还真是挺会挑台的哈。从古代到现代到外星，都挺人性化。这些片怎么都从一半开始放的？赶巧了，赶巧了！我跟你说，哎，我就说看看电视解解闷儿，就那个，呼。哎，咱们点播一个电影看吧。是啊，怎么没想起来点播一个呀？看看啊，你看，战争片、喜剧片、动作片、爱情片、悬疑片、恐怖片，哎，恐怖片，恐怖片你敢不敢看？行啊，恐怖片挺好的，跟女孩在一块儿嘛，最好能吓得人家往你怀里边钻，多刺激。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特别爱看恐怖片，但是我本身我就挺害怕恐怖片的，我，你看吗？行啊，越恐怖越好啊！你别逞能啊！哎，《闪灵》敢不敢看？《闪灵》，我跟你说啊，我听好多人介绍过《闪灵》这个片子，但是我从来就不敢看，我觉得特别的恐怖。你敢不敢看？敢不敢看？可以可以，最好能把我给吓死。行，你说的啊，我给你找。我跟你说，一会儿发生什么场面，你可别扑我这儿啊！你把我再吓着。没事，你别管我，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来吧。哎呦天！我特别怕这种一下出现这种忽闪忽现的这个。丁宇，算了吧，我家里人是不会同意我和你在一起的。这枚戒指，你留给别人吧。谢谢你这些日子跟我在一起。Thank you.
去了？吃早饭去了。你自己去的？哎，带回来了。你看看。嗯。多好，薯条啊，蛋挞，多好，热乎了还是。好啊，你去餐厅偷东西啊？哎，什么叫偷啊？本来咱们就含两份早餐，你没下去吃，我给你打包带回来，这怎么叫偷呢？那拍拍。来，你偷面包不偷果酱的？偷了。我，你看是不是吗？这什么味儿的？这是什么？蓝莓口味的。你真够神的。我跟你说，哎，我还给你带馄饨呢，我吃了一碗，现包现煮，特别棒。那玩意儿太烫了，兜里搁不下。啊，你没在，我不爱吃馄饨。完了，蛋碎了。拿了个鸡蛋呢。这么好的男的的眼睛，你怎么就看不到呢？你是不是瞎了呀？快说呀！是失恋了还是失身了？我感动了。我真羡慕你，还能相信电视剧里边的爱情啊！啊，你瞧你包的一大堆馄饨。那委托人叫什么来着？杜海浪，他看了咱们文娱广场和公交车求婚的视频。感动的他要死了。他也想求婚？好像不是，是类似表白之类的吧。应该快到了。这位。哎呀，不好意思啊。杜先生是吧？哎，对，不便。哎，你好，你好，你好，让你久等了。没没没，谢谢。哎，这女演员长得还蛮大气，叫什么呀？哦，从骨头，她就吃了哈密达苗。也没得。爱如爱如春花。我问你，这女的叫什么？有什么关你什么事儿？你又没戏。这讲的什么事儿？这个男的多年喜欢的女孩，一直把这个男的当哥们儿，并且还爱上了这个男的多年的哥们儿。这个男的多年的哥们儿明知道这个男的喜欢这个女孩很多年，却偏要和这个男的喜欢的女孩在一起。这个男的为了成全这个男人多年的哥们儿和这个男人喜欢的女孩在一起，只有默默的关心保护这个男的多年喜欢的女孩。当这个男人知道这个男人多年的哥们儿根本不是真心喜欢这个男人多年喜欢的女孩的时候，他就为这个多年喜欢的女孩打了这个男人多年的哥们儿。结果这个女孩还恬不知耻的回来找这个哥们儿。这个哥们儿以为他喜欢多年的女孩终于可以和自己在一起了，谁知道这个女孩居然说她要离开这个男的，和这个男的多年的哥们儿。听明白了吗？明白。这货爱这妞，这妞爱那货，那货不爱这妞，那妞也不喜欢这货，这货非得要跟这妞在一起，于是这妞就说俩货我都不要了。真是外表爱的安静忧伤，内心狂野奔放。多么伤感的故事！我跟他们两个人付出这么多，还是不能在一起，我的心都碎了。我终于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爱情。真爱就是无所求、无私的、默默的去爱。狗血剧害死人呐！咱俩开一馄饨摊吧。干嘛呀？我一直是默默的喜欢他，他叫吴青青，我们是五年前在一次朋友的聚会上认识的。我第一次见着他，哎呀，我就喜欢上他了。那个时候我们还是普通朋友，他那时候也单身，你说那时候我为什么不向他表白呢？后来他跟我的一个朋友好了，我就没办法说了。他上个月跟我说他刚刚分手，
他想离开这个城市。你说的离开是那种离开？回老家，再也不回来了。杜先生，你的意思就是想把吴晶晶留下是吗？是。这妞要走，这货死活不让走。这妞执意要走，是不是？然后这妞早不想晚不想，非得要走到机场登机口的时候，才想起这货种种对她好的话。于是这货还追到机场来了，在路上的时候还堵了个车。这货一定要从出租车上跑下来，一路跋山涉水奔到机场。两人一见面，互相拥抱，鼻涕眼泪满世界喷发。你看过？这种狗血剧是有规律的，猜都能猜得出来，也就是骗骗你的眼泪罢了。你不懂。哎呦，已经活了30岁了，一直都是平平淡淡，从来都没想过。我看着他跟别的男人谈恋爱，又在痛苦中分手，我只能默默的在那儿看着，一点勇气都没有敢向他表白。下周他要走了，我真的特别特别的想让他留下来，就像电视剧里边那样。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在网上找啊找啊找，找了各种的点子，最后找到了你们。看见你们那些片儿，真的，我打心眼里特别的激动，特别的喜欢，所以。求求你们，一定要帮我实现这个愿望。是这样的，杜先生，你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啊。我们也可以安排像剧中情节一样的这个作为桥段，但是我们又不得不考虑这个在你表白之后的两种结果。什么结果？那一种就是他被你所感动，留下来了。第二种是没留下来。哎。哎呀，你们分析的太全面了。从普遍的情况上来看啊，这件事儿上就不会有第三种结果出现。我们可以为你精心设计一场表白的瞬间，也可以朝着这个理想的结果去发展，但是我们不能100%的保证这个吴晶晶最后会留下来，因为选择权在她手上。杜先生，我们很理解你的感受，你爱过了，也付出过了，在他临走的时候呢，希望做一次表白，不论结果怎么样，都是你们之间最好的回忆，对吗？那如果你付出了，你做出了努力，他也许会留下来，但是如果你不去做这个表白，他就没有留下来的可能性，对不对？是。那我们能做的就是和你一起努力，加油。要你见或者不见，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念或者不念，我停在那里，不来不去。大家好，欢迎收听《我说你爱》，我是主持人噗噗噗噗噗噗，杜甫杜甫杜，别杜甫杜甫了，还李白李白呢？不是，你不喜欢这个风格吗？这什么风格？你这个尿性会被观众扁的。我是想跟那些主持人区分开嘛，就是有一种新的。哎，大哥，你是专业主持人吗？你走都没有学会，你就先跑，你不怕踩沟里吗？那我之前我就说我不行，你们非要我来，你就是要不你还是你来吧。我不行，我的声音没有你有磁性，你就好好说，你本来声音挺好的，不，声音弄得深沉一点啊。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够了，哎，我要不要去药店给你买点开塞露？干嘛用的？你没有便秘过吗？哎呀，这没劲了，这样。你这个听起来特别像是那个《动物世界》的配音。哎，我没得罪你们，干嘛这么恶搞我？哎，你不用这么心眼小吧？我们是救世不救人。你要不要试试港台腔啊？哎，不要了，我就按我自己方式来。快点，快相信我，这个世界永远是脑残粉多的，你就港台腔试试嘛。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我说你爱》，我是主持人普普。那么今天我们有幸请到嘉宾柳玉玲小姐一起来探讨一下今天的话题：我的爱他看不见。
那么玉林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吗？大家好。玉林的声音非常好听哦，那真的是我的爱他看不见，成为我们在感情生活中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那么玉林想问，像你这样漂亮的女孩子，那么在生活中一定有不少人追求吗？ Anyway， 如果有一个非常优秀的男生为你默默付出很多年，那么突然有一天他向你表白，你一定会很感动吗？那是肯定的。在这么一个连情感都要拿来速食的时代，很少有人肯执着为爱等待那么多年，反正我是没有见过。 OK， 那你会不会因为感动和他在一起呢？要相信女人的直觉，如果一个男人默默喜欢自己这么多年，怎么可能不知道呢？只不过是假装碍着面子不说罢了，肯定是对这个男人没有感觉嘛。没有这段吧？哎，二位，我这儿录着呢。我这是说实话呢，你要觉得不行就把这段剪了呗。好，那么有一位听众写信来说，他暗恋一个女生。停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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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可以可以。哎，你这么跑累不累啊？累。累完白累。谁也不知道你消耗了多少卡路里，所以你跑的要 feel， 哎，要销魂，销魂，要有营养，有内涵，内涵，你明白那意思吗？啊，你没必要快，但是把这个手摆起来，有幅度就行，有幅度啊，好吧，好，好，你再试试，行，我们再来，头都行吗？来，我给你重新弄。好，走你，哎，好，来来来，开车，来，这这这，来。跑跑跑！别停下来啊！跑，跑啊！快点！我再快，我再快，我给撞上了！我就是要让你奔上来，这一段我们就要狂野，要狂放，要自信，对，要像一头发情的雄狮一样，奔上来吧！啊！坐这儿，他会想的。路上别堵车，最好早点到车站。白摔，别人也看不出来疼啊！要不再来一遍？别再来了，再来不摔残了。哎，啊，摔这儿吧，这儿好哎，这儿摔了还不疼，还有效果，你行吗？行。哎，你走，别着急，我的机子还没开呢。啊，再说你也没带换洗衣裳。是啊，这一跳必须得要一条过，一条过啊，所以你一定得注意感受。啊，感受，别把头发弄乱了。眼神一定要性感，眼神啊，哎，你相信我，性感，性感，性感，对对，性感，哎，行，好嘞，等我先开个机，哎，啊，预备，跳，不矛盾，不矛盾，三步式，发停，别游，别游，翻一下，再滚起来。眼神，对，往那边看。好，这个吴青青的情况我已经大概了解了。她呢买了这周末中午12:30的火车，她现在住在她一个大学同学家里边啊，没什么行李。那个小区呢我去看过，只有一个出口，我觉得我们可以从那里下手。你想中午12:30的火车怎么着，早上10点、10:30得从家走了吧，打一车大概11:20到火车站。那么这中间呢，就有半个小时时间给杜海浪进行表白。当然，我们一定要控制在这个时间范围内啊，不要耽误吴青青上车。如果是这么说的话，那表白时间应该控制在15分钟之内。15分钟？因为安检、进候车室、最后检票的时间不好控制，再加上他万一出门晚了就更紧张了，咱们还是应该妥当一点好了。
行，那就15分钟。总之，不要耽误吴青青上车。你们在说什么呢？吴青青怎么可能会走呢？难道他听到了杜海浪这么浪漫的告白，就不能让他留下来，不能打动他？难道你们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吗？你们知不知道他们这次的遇见是多么的伟大？这种伟大，就叫做坚持。我们只是在做最坏的打算。当然了，杜海浪准备的这么充分，吴青青还是会有留下来的可能性的哈。一定会留下来的，多浪漫啊！只有伤痛和眼泪，才能感受到这沉淀了5年的爱。杜海浪这次的告白一定成功，加油！OK， 看，够性感吗？完美，收工。有臭吗？要不你试试。哇，今天辛苦你了啊。没有啊，你辛苦。回家好好休息啊。我没得休息，回去还得剪片子，真羡慕你们委托人轻松又愉快。回去洗澡吧。哎，拜拜啊。哎，慢点啊。时间差不多了啊，到达指定地点，确认回复。确认。趁着他还没出来，咱俩打个赌吧。好啊，赌什么？50块，赌吴青青今天出来是穿裤子还是穿裙子？裙子，超短的。我猜是裤子。出现了，准备。我都想吃饭吗？要车吗？听众写信来说，他暗恋一个女孩很多很多年，直到这个女孩今天要离开一个城市，也不知道该如何挽留。他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向她表白，希望那个女孩能为了他留下来。一点反应都没有吗？不应该这样啊！说明吴青青对杜海浪一点感觉都没有，他甚至不知道是他。这是出差啊，还是旅游啊？回老家。哟，好事儿啊！什么时候回来？我去接你。谢谢师傅，我不回来了。哦，哎，你别担心啊，我不是坏人。我这个车后边不是写着呢吗？这是我们海浪公司的承诺，只要你们回来，我们24小时随叫随到。啊，再说了，别不回来，这城市多好。广播里不是说了吗？这城市还有关心咱们的人呢。芊芊，你怎么了？没事吧？没事，就是想起一个人。看来也不是没有转机啊。是一个你好，是要害你，自然有个分辨的。不过女人这种理性的动物，谁都说不好。他们已经进入广场了 ，over。收到。祝他好。
好运吧。哎，你好，小姐，我想请问一下，售票大厅在哪儿啊？售票大厅在那边。看着你笑，陪着你哭，聆听你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这是5年来无法抹去的记忆。记得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是在一次朋友聚会上，当时我被所有人冷落，是你帮我化解了尴尬，你却不知道那一刻你已经走进我的心里了。我是一个自卑而又怯懦的人，害怕你的拒绝，害怕告白后你的疏远。你就像一个魔咒，永无止境地牵动我每一根神经，让我无时无刻地不想念你，记挂你。你却不知道，这种感觉让我越陷越深，越来越难以自拔。我知道，我已深深地爱上了你。我每天关注你的微博，你的日志，偷偷地关注你的生活，想了解你更多。知道你快乐，我就快乐。在你最受伤无助的时候，需要一个肩膀依靠的时候，我会出现在你的视野里。我知道我配不上你，我只希望我能陪你哭，陪你笑，静静地守候你，在我的世界里暗恋着你。今天是你要离开这个城市的日子，我不想让你从我的生活中走开，我不能忍受看不到你的日子。我决定，我要勇敢地告诉你，让所有的人知道我对你的爱。我再也不想做你的影子，活在你的身后。我要你不单单的只停留在我的心中，也要停留在我的生活中。吴婷婷，留下来，我会给你幸福。下表能嫁给他就行。青青，留下来吧。留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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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下来。海乐，谢谢你，谢谢你为我做的这一切。你是个好人，这些年你为我的付出，我都懂。可是我们真的不合适，我相信你一定会找到一个更适合你、更爱你的好姑娘。对不起，我已经决定要走了，我真的不想伤害你。祝你幸福，祝你幸福。Thank you.
对不起海浪，我没想到会是这个样子的。没关系，谢谢你们帮我完成了一个心愿，谢谢。刘玲姐，海浪，什么样的结果咱们都不明白，不过好在咱们没有耽误人家吴青青上车，是不是？对，没错。青青也太不开眼了，这么感人的告白，谁听了都会感动的，可他还是狠下心走了。难道他的心是铁做的吗？错过了杜海浪，吃一百个苦瓜也找不回这么好的男人的。老板，再来俩腰子，肥的。一串够了。这杜海浪啊，就是典型的备胎，好男人呢都是备胎。为什么？因为太多女人在失去之前，都不明白什么男人才是真正的好男人。那难道吴青青对杜海浪就一点感觉都没有吗？也许有，不过不是今天。是杜海浪自己错过去了，那种感觉再也找不回来了。所以不论我们再做多大的努力，结果都是一样。从普遍的角度来看啊，杜海浪是个好男人。虽然这次通过咱们的努力，最后也没有成功的把吴青青留下来，但是在杜海浪那边吧，应该也不会留下太多遗憾吧。这就是该动脑子的时候用了感情。小女孩在刚分手的时候最脆弱，这个时候不对她好，什么时候再对她好呢？你还装什么矜持？适当保持距离，让对方意识到你并不打算在这一棵树上吊死，那么有可能会激发出意想不到的效果。一段感情的成功与否，不是看你有没有真的跟对方牵手。从普遍意义上讲，真正的成功是由感情品质而定的。很多时候牵手不代表成功，如果不是出自真心，反而可能是不幸的开始。同样道理，分手不代表失败，如果真的不适合，分手就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所以一段恋情是否成功，关键是看在这段感情中你有没有真正的成长，并获得两件最珍贵的东西，了解自己的需求和学会疼爱别人。总有不得已，或错过了相遇，阴差阳错留下遗憾结局，从此就小心翼翼。有没有什么捷径让感情路不再扑朔迷离？告别那纠结和失落的情绪，请你谁伤谁的心，谁又能真的说清？别犹豫，坦白面对感情，爱了别管谁输谁赢。不变爱，请你谁伤谁的心，谁又能真的说清？没有失去，也没有规则界定，爱了就要痛快甘心。相爱的你，不再迷惑，不再需要道理，条件都变成浮云，我想会永远爱你。就算一路会有崎岖不平，你让我
找到了心中的勇气。不恋爱情里谁伤谁的心，谁